其实这种就有点像在太空漫步一样。我也在下面看了一身汗。我不敢挑战这个东西，真的。让我们看看这风到底大不大，尤其是你像底下这个涡轮，感觉这风力应该不小。我腿长嘛，然后在里边弯曲的比较大，如果说自然放松一下还能飘到最中间，教练教的还非常好的，然后非常爽，够刺激。